多少人爱你，警察找我干嘛？他们怀疑我。多少人爱你是独立的姿态。队长，第一次参加古典竞技奖吗？我好像很多年前就来过一次。孤芳自赏的无奈。这就是你讲政治了，长期其实他差一点死掉，他们在演，我看到他有点不对劲，我就看他就吐了，吐都是黑的东西了。他说中间没有氧气，他每天吐红的黑的东西，吐了一个星期。这是致敬消防员的一部电影，要忘记我们，记住他们。你苦苦的追求永恒，生活却颠簸无常，遗憾。你傻傻的追求完美，却一直给误会，给伤害，给放弃，给责备。获得演员请就位，最受观众认可演员荣誉的是微博最受期待电影新力量，微博电影之夜年度最受关注演员张哲瀚。是你身之处银河里，才是你灵魂的徜徉地。这个奖就像在我人生里吧，像这个时刻画上了波浪号，证明我这段时间做得还不错。所以之前一直在崎岖啊，包括一些国道上，我现在就是上高速路了，我要大步向前走。做梦中梦。